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费》，我是主持人品玉。你有在看韩国漫画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一定对《我独自升级》这部超人气的作品有印象。前阵子呢有动画化的消息，那现在连游戏也准备要推出了，大家期不期待呢？主角陈振宇是负责阻挡怪物入侵人类世界的猎人之一，只不过他非常弱，只比普通人强一点点。偶然机缘下，他能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像是游戏般的界面，而且还有能力加倍成长的被动 buff， 因此逐渐变强，成为世界顶尖猎人，并开始挖掘怪物世界背后的真相。这就是我独自升级的故事大纲。这部韩漫在韩国极度受到欢迎，观看数超过4.5亿，不但即将在今年发行动画，没想到现在连游戏都要出啦。预计手机双平台跟 PC 都玩得到，如果能在游戏中重现漫画中的爽快打斗，一定非常过瘾。希望游戏到时候不会让大家失望喽。